哇塞，这地方太棒了吧，周围山山水水，绵羊马驹简直应有尽有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抓几匹马回家应该没事吧，就这匹白色的好了。哎，我这什么情况，我怎么到水底下来了？不对不对，我怎么连马都下不来了？我什么情况？哎，你放下来啊，为什么我马都下不来啊？你不是创造模式吗？拿钻石剑把马解决不就行了？要你说呀，我能打开创造模式的界面，我还不打开的，我现在连创造模式都打不开，救命，有人救救我吗？这马背上是有五粮液胶水吗？救命啊。可能我平时对付苦力霸的时候行为方面确实有点狗，但是我今天玩过这款模组以后，我觉得这款模组的作者他是真的狗。究竟有多狗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首先，这款模组中只有一个道具，就是这个名为 Horse 的生成蛋。可是你们要仔细对比的话，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原本我的世界中存在的马生成蛋。看到没有，马的生成蛋是黄色的，而这颗生成蛋呢是蓝色的。我先用原本的马生成蛋召唤一只小马驹看看啊，就是这匹白色的。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来将它驯服，最后可以成为我们的好伙伴，上马下马也是随意控制啊。可是这个 Horse 生成蛋简直绝了好吗，外表上看上去和普通的马完全一模一样，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坐到它的背上之后，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我们会突然就被传送到河底下不说，一旦坐上这匹马的后背想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。你看我现在疯狂在按潜行键，一点作用都没有好吗，下不来就算了，我现在好歹也是创造模式对吧，可我现在连创造模式的界面都已经打不开了。你看看这模组真的是用来给人玩的吗？而想要从这匹马的背上下来只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是生存模式的时候在水底过久就会因为窒息导致自己死亡，重生之后就能脱离这个恐怖的地方了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和这头马拼了，在你的呼吸到达极限之前迅速刺激掉这匹马的生命就能逃出升天，不过这匹马的生命值可是相当的扎实的，每个十天半个月别想打死它。所以我现在想要逃出去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斜杠 kill 自己，指令杀我就问你怕不怕。喂，不是吧，等会儿作者说了自杀就能逃出这个地方呀，这是为什么？完了，我也上当了，搞了半天这个地方就是永远逃不出去的是吗？我真的是一口老血都要把这个作者给坑出来了。好吧，下不来我也没办法呀。这款模组的名字叫做水妖模的，据作者所说这是专门用来坑害自己的小伙伴用的模组。有一说一啊，这个模组是真的坑啊，认为自己的存档中有珍贵回忆的小伙伴不建议下载这款模组啊。要是你服务器当中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势力的话，这个模组倒是个明智的选择。那我们本期的阿阳木的爆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觉得这款模组够坑的小伙伴可以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